阿毗达摩盖要解 A 空 Prehensan you love Apitama 因彼菩提比丘 Pikku Bodhi 中义者寻法比丘 Pikku Maga Vasaka 第六章色之盖要 Pasen Gahavataga 一序文Out of Vipata Hisapapita Pavatika Sittas Sikadamurban Deni Pavakati Samadhisam Vipasa Samathanakalo Patikam Mato Ca Titanium Pakadhasa Sangaho至此一一类别及升起过程分析了与诸所在此当说色法色之概要有五个不列举分别升起缘聚转起次第结义之注读说明阿达摩盖里的首五章整体是一部的完整概要，其中分析了89或120亿星的各个面，12星所集成的组合，在星路过程里集结甚至升起的生存地业的类别及其果。这双可算是对心与心所这两种究竟法的详细。在第六章里，作者阿耨罗陀尊者将在详细的分析第三种究竟法色法 Rupa。首先，他举了有种类的色法，然后再解释他们依什么原分类，他们的因或升起之因。他们组着色以及升起的过程。最后在结束这一章之前他简要的解释第四种究竟法无畏界涅槃。阿利文 Rupa 色可解释为自意味破坏干扰敲击逼迫破碎的词根 Rupati 之认为称为色是因为它遭受热冷等色法方派缘所造成意之故佛陀本在解释色法一词时说诸比丘为说是因为它被破坏所以称之色被什么破坏被冷、热、饥饿、渴、苍蝇、蚊子、风、猎、爬虫所破坏。相应部22比79斜线3 86与色法 Rupa Samadhisa 简说四大元素与所造色 Very much Putani Ketap CM Aputanum Upadaya Rupan Titanium Vitampi Atam Ketasapunas Saham Gakati 色法有两种即四大元由四大元素所造的色法这两者包含了11类色法二之注读说明色法有种阿毗达摩论列20种色法简要来说则可归纳为大类即四大元素即由四大元素所造的色法大元素 Mahabhuta 是地界水火界与风界这些是色法不可分离的元素
在它们的组合之下造成了微粒子，大致山岳的一切的物质所造色的 Rupa 是源自或依靠四大元素而它们有24种。四大元素可譬喻为大，所造色则有如依靠大地而得生长的树木。所有28种色法可归纳于11类，其中被称为完成 Nivanarupa， 因为它们拥有性，所以适合作为观察的目标。其余四类色法较为抽象，此称为不完成色 Nivanarupa。 见表6年月。3详述真实色。I put half a day to a powder, today to fade a day to perupena. 2 kuku, salt, gunan, fade, ko pusad pena ma. 3 pen, saddle, gento, rose, a powder to vegetan butita.Send them for seven bokeru pen nama. 4 item puri satan baveru pen nama. 5 heyday avatsu heyday ara pen nama. 6 jivitandriyam jivitara pen nama.七 Kabbalikaro Aharo Aharo Rupen Nama 如何？一、地界、水界、火界名为元素色。二、眼、耳、鼻、舌与身为净色。三、颜色、声、香、味与触名为色，后者含了除去水界的三大元素。四、女根色与男各名为性根色。五、心所触名为心色。六、命根色名为命色。七、断食名为食色。TICACASARUSAVENTEMPIATEMSAVERUPEMSALAKANARUPEMNINARUPEMRUPARUPEMSEMOSONARUTITANIUMCASANHAMGOKU如是八种色法合为一组，因为它们有自性色、相色、完成色、色色、真实色及观智所思维的。结三支注读说明：元素色、种色四大元素、四大种界。The two， 因为它们持有自信 eternal sapentai， 称为地界 patavide， 是因为它有如的一般作为欲生色法的支底足处。巴利文 patavide 是源自为扩展的词根，因此地界是扩展素。地界的特象是应作用，以作为是作为其他元素与所造色的异足处，是接受静音异足处是其他三大元素。借 a powder to 令到其他色法粘在一起，
因而它们被分散。其特像是流动或因作用是增长其他具深色法，现其是把同一粒色的珠色握在一起或粘着，因是其他三大元素。根据达摩论的观点，水界与大元素不一样，是不能够直接通过触觉觉知，而只能接从观察其他色法粘得知。火箭 TJ2 的特像是热或作用使到同一粒色距离的其他色法成熟，现起是不断的提供柔软，静音是其摊界。火界体验为热本。表六年一月，28种色法，8种完成色，10种不完成色。一、元素色异界。八、限制色时空界。二、水界。九、表色与深表。三、火界二十与表。四、覆界。十、化色。二十二、色轻快性。二、近色。五、眼近色。十三、色柔软性。六、耳近色。二十、色视野性。星号加两种色。七、定色。十一、香色。二十五、色积极。八、舌色。二十六、色相续。九、深色。二十七、色老性。三、净色。十色。二十八、色无常性。十一、深。十二、香。十、味。星号处等于地火风三界。四、深色。十四、女根色。男根色。五、星色。十六、星宿一处。六、命色。十七、命根色。十色。十八、食宿斜线营养。风界 Fade Day 2是移动及压力的元素，其特像是支持 Fade Them Hana 作用，导致其他色法移动，现起是带具深色法从一处至另一处，静音及他三大元素，它被体验为压力。从整体看，四大元素立足于一界，由水界粘在一起，由火界维持，由风界支持。二、色 Pasarupa 是五种个别存于五根色法，应分辨净色与支持它五种器官，是俗称的眼在阿毗达摩论里则称为混合 Samhara Kaku， 是各种不同色法的组合。眼镜色 Kaku Pasada 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视网膜里的，对光与颜色敏感，以及作为眼识的一处色与门。耳镜色 Sotopasada 是在一个状手指片长的许多细小褐毛之处，它是对声音敏感的近色，以及作为耳识的一处色与门。鼻色 Pasada 位于鼻孔里，对气味敏感。舌近色 Jivapasada 散至于舌头上，对味道敏感。近色 Kupasada 散至于全身，有肉棉花的液体一般，它对触觉敏感。
银色的特像是准备让色卷撞击的四大素质镜透明性或原生于色爱 Rupay 欲见色所愿的夜深四大素质作用是取色所愿为目标现其作为眼识的一处进原生于色爱的夜深四大元素即一粒色色距里的色为耳鼻舌身近色的特将的以此类推三近色 Gokururupa 五根所愿之外他们作为与之相符的根识的所愿之处所缘是由地界、火界与风界素组成。根据阿毗达摩论，属于净的水界并不过在处所缘之内，连其他四种净色是属于所造色。整体来说，净色的像是激进净色。作用是作为根识的目标且起是为根识之境境因是四大元素。四性根 Bhavarupa 有女根色与那两种。这两根各自的特像是女性与男性。它们各自的作用是显示女性及他是男性各自的现起女与男特有的色身特征行为及功净因是同一粒色距里的一生自元素五色 Hedayarupa 关于心无 Hedayarupa 见第三章二十心所依特像是提供异界和异世界或支持的色法见第三章结念作为此二界的一处见起是支撑此二界竟因是同一粒色的夜深四元素它位于心脏里的血四大元素所支柱以由命根色所维持有 Jivitindriya 属于变一切心所根是维持明法的命根在命根则是维持色法的命根命被称为根是因为它控制与它具身之法命根的特像是维持在住时的具色法总是使到它们发生现其是维持这些存在竟因是当被维持的四大元七断食 Kabbalahar 的像是食物里的营养或食素 Aja 作用是维持色身现其是滋养身体竟因需受滋养的触色这十种色法至此所列举的十八种色法整体被有自色 Sabhavarupa 因为它们一种都有各自的特性历界的印等等它们被称为有相 Salakhanarupa 因它们都常苦无我三相被称为完成 Nifanarupa因为它们直接由业等诸缘造成称为色 Rupa 因为它们拥有色法的特征即受破坏被称为思维色 Samasana 因为它们是观智观照三相的目标第四详述不完成八Akasa Day to Parakidara Pemnam
就开 5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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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olahuta, Muduta, Kamata, Tidfe. M. Vakararu Bem Nama. 11. Rupasa Upakya, Seti. Jura, N. Nikata Lakhanaru Bem Nama. Jataru Bem Iapen, Adsa Upakya, Sentadina Mina Vaka. T. 8. 空界名为智色。9. 身表与表名为表色。10. 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适应及容表情为变化色。11. 色积极，色相续老性及色无常性相色。在此，积极与相续是指色的生时。节四之注读说明。不完，从第八至第十一组的色法被称为不完成色 Anifanaru Pat， 因为它们不是由四种色法之因间接之四直成，而只是完成色的素质。八空界 Akasadatu 与阿摩论，并不只是指空间，而是诸色聚之间的空隙，令能够辨识它们为个别体。空界的特象是划定色聚的界作用。用是显示色聚的边际，现起是色聚的现或色聚之间的孔隙，静音是应被区化的色。九表色 Fibatira 阿利文 Fibati 表是指把自己的思想感受与态度表达给他人知道的方法。有两种表达的法，即声表 Kai Vibrati 表 Fasi Vibrati。 前者声声风界的特别作用，使到体移动以表达自己的意念；后者是心声地界的特别作用，使能够发出声音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两种都有表达意念的作用，他们各自的现起是身体转动及言语之音，各自的音是声风界与心声地界。十变化色 Vakararupa 这类色是成色的特别呈现方式，它包括了上述种表色以及色轻快性、色软性、事业性三种色法。当中，色轻快性 Rupasala 的特是不迟钝，作用是去除色的沉重，起是色法轻快的升起及变异，静音是轻快的。色柔软性 Rupasamudita 的像是僵硬，作用去除色法的僵硬性，现起是不对抗身体的一切作业，静音是柔软的。色事业性 Rupasagamata 的特像是以作业的事业性，作用是去除由于风界不平衡而成的不是业性，现起色法软弱，静音是事业的色。十一香色
like a nor 这类有色法当中，色积极 rupasa rupaya 与色相续 rupasa sen 都是指色法的身 jatai 身实。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前者是起初或开始时色相流之升起，后者是色相流随后不断的再升起。例如，在结生时生时法句、性根时法句与心色时句的起是色积极，而在五根具读之这些色句的升起是色相续。色集的特相是开始建立或成长之诸根读，作用是令色法开始生现起是起始或成的状态，静音是升起之色法。色相续的相时，在诸根具足之后，色法持续断的升起，作用是连续的结合。现起是不见，静音是当被细节的。色老性 Rupasajara 的特相是色法现起是虽然还没消失但已失去心性，静音是正在衰老的色法。色无性 Rupasajara 的特相是完全坏灭，作用是令道法消失失现起是色法灭尽，因是灭尽的色法。即二十八种色 ITI XAVEN TEMPI ATEM RUPAMOSATIV TEM HOTI SARAPAVASNA KATHANTo proceed to the above, who had a MICC API. If it is a hero PI, there is even Tantasa. Paradox CA, but if a carol like her and Titania A. And if an adas CA Titania must save and can bathe.如是依据字的特性，十一类色法可分别为二八种色。如何是二十八？元素净色、净色、命根、心色、命根色与是十八种完成色。限制空界表色、变化色与相色是十种完成。色，如此一共有二十八种色。I'm at the Rupasamso。于此，这是色法的列举。色之分别 ，Rupahoga 一种。Sabap apen atem rupam to kam sapakam say sovam sen kat lok kiyam kame vokaram and amanam pahotabum eva titanium ikatam piachad kaba ira dive sana bahadhabademdi。色是一种，因为它们都是无因、无根、有缘、有漏、为世间属于欲界魔所愿，非短。节六之注读说明：色是一种，一切是无因，因为它们与善、不善或无记因相应，
只有法才会与因相应。一切色都是有缘因依靠因之一生起也久。色法是有因，因为它可以成为四种漏的目标见地章。三，它是有位与世间，因为没有任何法能够超越五取运的世间。一切色法界虽然在色的里也有色法，但色法一本竟是属于欲界，因为它是欲欲的目标。色法是所愿的，因为它不明法意，一般时之所愿。它是非凡的，因为它不能像烦恼一般被四出先到断除。蝶七多种 Catherine Perceived lesson Catherine have caved and pie at the carapem no more and but iron open Pause for the hate lesson Catherine shall be and pie to open no more it are and off the pen.Pause for the five it is Saturn's Saturn pipe for a rupin no more it are an act for a rupin. Pause for the Bava Jiffa Tossin Catum say by Indria rupin no more it are an Indria rupin. 如何总进色色名为内色，其余的是外色。净色与心色六种名为一处色，其余的是非一处色。净色与表色七种名为门色，其余的是非门色。净色性根色与命根色八种名为色，余的是非根色。Pause for the first I soon cotton for the ham Pie olorica, rupin, sen rupin Sepetai rupap ca, itaram sukhuma, rupin, ur rupap Atai rupap ca.Gemma gem you powder narupen, Ramma powder narupen. Rupay autonom senit lesson arupen, itara dasa rupen. 五净色与七净色十二种粗色净与撞击色，其余的是细色。远色与非撞击色，夜深色是直取色，其余的是非直取色。色处是可见色，其余的是不可见色。开开飞 ，I'm a simple top singer on the dial，I am simple.Top was in a titanium pap cave and pie go carat her carapen, itaram aga cara her carapen. Fennel, Gento, Ross, Ojibu, Tata cap ca titanium matha, fit of any pugarupen, itaram vine pugarupen.眼与耳不到达其所愿境，鼻则到达其所愿境。这五种是取净色，其余的是不取净色。颜色相悖，食宿、营养与四大元素是八离色。
其余的是分离色。节期之注读说明。内 Ajhatika 在此，内是指作为门的五境色。虽然其他类的色法也能身体里升起，但只有五境色被称为内。一处法书见第三章节二十。门 Dvara 五境色是十支之门，即心所接触目标的管道。身表与语表示之门，即造身业与语业的管道。根 Indriya 五境色称为根，在各自的范围里有控制力 Indra， 他们一种都在执行各自的看、听等作用，面控他们具身的色法。色控制男性或女性特征简。命根色控制具色法，就有如领港员控制船一般。粗色、净色与撞击色，在此粗等三词不是一般的含义，它们是指为根升起的管道的色法，而完全与体积和目标的远近无关。这些色法有十二种，即五净色与七净色，处所愿算是三种净色，因为它是地、火、风三大元素。没有直接的使到根升起的色法称为细色，即不撞击色，同样的也与机和性无关。直取 Upa 八种夜深色名为直取，因为它们是受到可爱与行推而造下的夜的果报。由业之外的因产生的色名为非直取色，然而一身体里的一切色法都称为直取色，而无生命物的色法则称为非直色。当之与其他成对词不一样，取非直取并不是包括完全不同的色法，因为有深色能够愿于其他因而生起见结时，眼与耳到达其所愿境。根据阿摩论，与耳是不到达 a song 一目标的境色。若要眼与耳作为时的一处目标，必须没有与他们直接碰。反之，其他三境色则直接碰触 Sampada 及目标。取境色 Ali Gokaragahika 取境是来譬喻作为时升起一处的五色，但五境色是色法，并不能真正的实之目标。事实上是依靠他们升起真实才能实之目标。不分离色四大元素与香味及食营养四种所造色合称为八部分离Nipagarupa， 因为在一切的色底都有这八种色法，其他则可以存在或不存在某些色距里，所以称可分离色。只拥有八不离色的色距，八米纯八法距 Sattasika Kala， 或以十宿为第八法的距 Ojithamikalapa。
结巴，总结。I see if I'm a save is that if I can pie see if I can Atic and the non-fi pageant author 如是智者依内等正确的分析十八种色 I am at the root of I pagel于此，这是色之分别。色法生起之源。Root samasana 解酒四种生起之源。Kaman Satan U2 Aroca Titanium Harry Rupa Samasana Ninam 色法生起之源有四种业心结可能与时营养结石被生起之源 Tag on me for Karen Rupifat Kuruf C.A. Titania Apkav for Sati Fit Hung Pai Kusalak Kusalak Komam Abyss and Katum Akatik Satan Kamasamathan Rupam Patis and Hung Uday Akan Kan Samathapiti自结生起始的每一刹那里，二十五属于欲界、色界的善业及不善业在内相续流里，产生了以形为缘的声色。结识之助读说明：业色 ，kamasamanarupa， 在此也是指过去善因及。不善心理的私心所 Satana 25种能够产生色法的业二种不善心八大善心及五色界善心的私心所五色界善心理的私心所能产生无色界身因此并不能产生色从结身的十小刹那开始，在每一心十刹那的身、住、灭三个小刹那里，业都产生了色法，业继续在一世当中如此产生法，直到死亡之前十七个心为止。业身色有八种，在九种业身色距里的八不离色、见结十一两种。性根色、命根色、心色及空界当中八根色及心色只由业产生对九种只有在业身色距离的才是业身色在其他色里的是由其他因所产生结一心未生起之源而非拍The FAPK VIPANA FASJETAN PAPKATATI FITHUN PAI SITAM SITI SAMATHAN ARUPAM PUTAM APHANGUN YUPADAY JANT MIFAS SUPPITI 从第一个有分心开始除无色报与双五十之外的七十五心都会产生心声色但只有在生时才能产生Tatsa apana javana myri apatan pi sanamati Otsa pena kame vikara javan apipapana vati my sanamati So Matasa Javanani Pen, at Sadasa Hasanan Janinti. 于此，安止塑形也保持姿势，但确定心，也塑
行及神通心也能产生身语与表。于此十三月具宿行能生效。节十一之注读说明：身色 ，fitusamuthanurupa， 从节身心之的第一个有心的身时开始，心身色就开始升起。节身心不能产生心身色，因为此心出来到心一事，已在有身时只有夜身色升起。十种根时，双五缺少产生色法之力，而四无色界到心只能在无色的里升起，所以不能产生心身色。诸论师的看法，明法是在身强，色法则是在住时最强，因此只有在他最强的身时才会产生色法，而不会在住时或灭时产生色法。塑形等等，保持身体姿势是心的一种作用。二十六种安止塑形色界，八色界与八出世间安止塑形，只是保持身体坐立或卧的姿势。上述及心欲界塑形心与神通心三十二种，则不只保持姿势，而是也能产生身表。十三月具塑形也生效，普通凡夫只能踊跃具贪嗔心及四种越具大善心八者之一生效。有学者则通过其中六心之一生，即除去两种越具邪见下的贪嗔，阿罗汉则过四种越具大为惰心及无因生效心五者之一生效。节二时节热能未生起之 Titan to Samavadati day to 38 of VAU to Samadhanurupam Achhatap CA Baida CA Yathura Samadhiti 包含热与冷两者的火界，在达到住时及情况在内外产生时节声色、热能声色。节十二之读说明：时节色 ，Putusamuthanurupa， 从节身心的住时止，在夜声色距离的火界即能开始产时节声色。在此后的仪式中，由一切四种因产生的色举的火界都能在住时产生时节声色，外在无生命物的火界也能产生时节声色。节十三时养未生起之源 ，Asan Kato Aharo Aharamuthanurupamkarana。Kao San Puto Fi A Sam Eti 称为食宿的食，吞下之后再达到住后即能产生食声色。节十三之注读说明：食声色 Ahara Sam San Pa， 从吞下后开始，在受到消化之火之助之下，食物属于食节身色欲的食即能产生食身色，在已达到住食的食色距离的食宿能够在其他食身助之下再产生新一代的法聚，而八法聚离的食宿又能产生另一个聚，如是食宿如此
此产生十至十二代的食生菌。当孕妇所吃下的食物的营养送到胎儿里时，它即能在胎儿里撑色，由其他三阴即液、心与食结产生的色聚里的食素也能连续的产生几代食生法聚。一天里所吃下的食物能够维持身体长达七天。十四，医生起之源分析。Tadahadaya Indriyara Panjan Eva Vibhuti Dvayam Sidham Eva Sado Sita Tujo Lahuta Daitayam Utu Sita Herhi。Avini Pagaru Panisi Eva Akasa Tu Si Tu I Sam Hutani Lakhanaru Pani Na Kutasai Jn。 于此，心色与八根色是业生两种表色心生，身是心生直接所生，色轻快性、色柔软性与色事业性，总是由食心与食所生。八不分离色与空，也由四因所生，相得不任何因而生。结十四之注读说明，画的声音是由心生，非说话的声音是由食生。色轻快性、色柔软性与色事业总是好的时节，开朗的心与品质素所生；不好的时节，沉重的心与不良的食素增色法的沉重性、僵硬性与不是业性。空界是位于由四种因的诸色聚之间的空间，因此视之为由四因所生。下文会解释为何三种相色并由任何因所生。节十五节 Atharasa Anurakarasa Faudasa Titanium CaKansita to Kaharajani Hanti Yathakamon Jayamanadira Penan Saphavata Haikan Kanani Nhant Kahisai Titanium Pakas Aiden 从业心时节与时所生的色法各有十八十五、十与十二种，以说色并非由任何因所生，为他们自性只是升起等素质。I am at the rupa samasanane。 于此，这是色法升起成。节十五之注读说明，十八种业色是八不乐、八根色、心与空界。十五种心生色是八不离色、五变化身与空界。十三种时节生色是八不离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声音与空界。十种时生色是八不离色、色轻快性、色柔性、色事业性与空界。一音的数目，二十八色在如下的分类：
有意义的色法，八根色、心色两种色，一共有十一种。有二音色法，声音只有一种。有三音的色法，色轻快性、色软性、色适性，一共有三种。有四音的色法，八部与空界，一共有九种。没有音的色法，香色，一共有四种。句的构成 Kalpojana 节十六简说 Ekadalik Kalnirathalikalni Saya Sahabatinolikalfisakirupatalapama 由于同生同灭，拥有同一个一处及同而名为色聚的有二十一种。节十六之注读说明，色法不会单独升起，必须组合成色聚 Kalapa 才能升起，而在此列举了二十一种色，有如一切心所拥有四相一般，见第二章节一成色聚的色法也有四相，在一粒色聚里的所有色同时生同灭，他们都拥有同一一处一具身的四大元素，此四大元素时所造色的静音，而任何一个元素的静音则其他三大元素。再者，他们从生至灭都同时发生。节时机夜深色聚 TadvatamMavini Pagaru Papsi Akakunakudai Sakun Titanium Pavakati Tathasodi Isahum Sade Sakum Gonaudai Sakum Vividai Sakum Kaidai Sakum Itzikavadai Sakum Pavadai SakumFathudai sakap ca titani on yathakamonitabun Avini pagarupemi vajivitana sahajavakam titani on pavakati I am inavakama smithakalabai 其中命根八不离色及眼的迷法，同样的把手九种加上个别的耳净色等，则名为耳识法、识法、识法、身识法、女性识法、男识法、心所依处识法。八不离色加上根，则名根九法。这九种色聚是业所生。节十八生色聚 Avini Parupam Panasat Hathakam 地方 Akai Vipataya Sakai Vipanavakam Fasi Vipati Sadihis FasiIf I but he does not come, the huta di I sought him, the di a k that come. Kai but he, the huta di, for does not come, fancy I but he, said the huta di, chair said katai ta. On chasita, same with than a calipot. 八不离色组成纯八们加上声表组成声表九法，加上语表与声音组成语表十，加上轻快性、
柔软性及事业性三种。澄清坏性依法加上深表与轻坏性、柔软性及事业性三重乘十二法加上语表声音与轻坏性、柔软及事业性三重乘十三法。这六种色聚是由心生节十九十节声色聚 SOTHAKONSadhana vakon lohuta dai ke dasakon sada lohuta dai fa dasakap si tai any amaro yutisana kalapa 纯八法身九法轻十一法及身轻快性十法四种色聚是由十节所生。节二十十生聚 So I think from the huta di Ike das vakap si itani Om devi ahara Samadhana kalapa 纯法与轻快性十一法是两种有所生的色聚节念一内与外So, I say on Sadhana Vakap Sitai Tani on Devi Yutisamathana Kalapabaida Pilapanti Ave Sapana Sapai Achati Kamiva 当中在外也有十节声的两种色聚法与声九法其余一切都只是内在的而已。表年二月二十一种色聚，色名称包含的色法，夜是眼识法聚八色，命根色与眼镜色；二耳识法聚八离色，命根色与耳镜色；三鼻聚八。不离色命根色与鼻净色四十法一色命根色与舌净色五生十法俱不离色命根色与身净色十法俱八不离色命根色与女根色七男性十法俱八不离色命根色与男色因所依一处十法俱八不离色命色与心色九命根九法俱不离色与命根色心十纯八法俱八不离色十一表九法俱八不离色与表十二轻快十一法俱八不轻快性柔软性与事业性十三声表轻快性十二法俱八不声表轻快性柔软性与适应十四语表十法俱八不色语表声音十五声轻快性十三法俱八不离色表声音轻快性柔软性与事业性十声十六纯法俱八不离色十真九法俱八不离色与声音十八轻快性依法俱八轻快性柔软性与事业性十九真轻快性十二法俱八不离色十音快性柔软性与事业性十二十纯八法俱八不离色十一轻快性十一法俱八不色轻快性柔软性与事业性节念二总结 Kamsita Kaharasamasana Yathapamon
Navata Kachoro Ivi Itaiteni Onkalapali Kavisati Kalapan Emparikit Dalat Hanakana Nalapan Ngum ICC Ahu Akasam Lakhani CA 有21种色聚，顺序由夜、星、吉时所生的是九、六、四两种。由于空、界只是别，香、色只是表香，因此智者说它们不是色聚的成分。Aya et sakala pojana。于此，这是句的构成。色法转起的意。Rupa pavakama。见三，在欲世间里。Sarni pan, atani rupani kamalobraham, manunani pavati yamapalaban.Patisandayam panasajana Ifa ope patikana pikaku Sa Gana Jivaya Kaya Bava Athu Asaka Sankatani Sadatakani Pahavanti Akadevesna Omakavesna panakaku SotaAva, Asakani Kadasi Pana Lapanti. Tasma Vaisna Bala Pohani Vaitaba. 在欲世间里，根据情况、生命及当能够不缺少的获得这一切色法，但在结识对于师身与化身的友情，最多懂时法具升起，即眼、耳、鼻、舌、身、性与心所依处法具。最少的有时得眼、耳、鼻与性时法具。当如是之色具会如何缺少？Asatanam Panakaya, Bava, Vathu, Asaka, Sankatani Tanikani, Patabhavanti. Tatsapai Bavaday Sakam Kadasi Nati. Tato Parampavatakal Kamina Kakudasakanisa Patan对于胎生的友情，在结生时有与基础三种时法具升起，然而有时候则不得性时法具，此后生命则会渐次升起眼时法具等。结念三之助读营，这亦是关于在不同的声闻的里，于结生及生命起已升起的有那些色聚。根据佛道出生的方式有四种，即卵生 Andra、胎生 Alabuja、湿生 Sadija 及化生 Opapataya。师生的有包括了某些下等的人，一般上眼是看不到化身的友情的，而多数的恶鬼与神都属于这一类。神里所提到的胎生友情，以隐喻式的包括了卵友情。结念四，色相去留。I see, impact,
send him you could day a camel samusana, duty yasit him you could sitis. Samusana, city calum you could day a utisana. Ojranan you could day a harris samusana, see a titanium catamusana, rupakalopus and tati comma jala. Fire now the soto via silvati.Come up a king on Pavatati. 如是欲世间以四个方式升起的色相即夜生的从结生那一开始，心生的从第二个心刹那开始，结生的从结生心的住时开始，时生的从时营养传道开始，有如灯火或河水流溢不断的流下去，至生命结束。 Nakalpanakutcitt Oparisasamak Kitasasitikalan Upadakamayaranenaapashjanti Puritaram Apanani Cakyarani Kutisitisamak Mifa Fatitvanarichanti Tato Param Sitijahuraya Cakyatai Tato Param Utisamathana Rupay Prayavamakal Brazen Katapavatenti 但在死亡，在死亡经之前的第十七个经的住时开始，夜深色不再升起。在之前升起的夜深色会继续存在至死亡的那一刹那，然后即灭定。随后，心深色与深色色也灭尽，此后尸体只是由时节所生的色相续流。结念六即 C Even Matisatan upon the Eva Baker Patent Hun Yupaday Atasarupan Pavatati如是有情死，再生于后有从结始，色法又转起。Rupa lokpana gana jivakaya bava asakani ca haraja kalapani ca na lapi smartisSampatis and Kalkakusota Fathu Vaisini Asakoni Jivatanavaka CA Titanium Karokamasamathana Kalapati MCTatu Sathana CA Lapanti 在色世间里并没有鼻舌身与心法聚集直身色聚，因此对于那些色界间的有情，在结生时有四种色聚生起，即眼、耳与心所依处三种十法聚跟九法聚。在生命期里，也有心生色、结生色、结念之助读说明。由于色界天的，所以没有两种性法具。虽然他们也有鼻子、舌头与身体，但这些身体部分并没有字的结念八于无想有情。Sadarni Pai Na Lapanti Tatabani
pi state yara penny. Tatis sampatis anti cal jivatona vacomifa poyups. Ca sada, fagetum utifaner. Upam materi kuti.于无下有情眼耳心所依附于是因眼的有。同样的心色也都没有。因此在他们结身的那一刹只有命根俱生起。在生命集里除了声音之外也有其余的时节声色。结念九总结 I see if are you up a so by send courtesy see sooth and sati send he perfective a son of you with haru papa vade 如是当知在欲界色界及无想有牵处的结身真实与在生命起里这两方面的转起。A visati kumisu hanti tavisarusu Satras F a subinomer ethic Dipai Sadov Carol Gerata Maranipsi Ope Pai N A lap Panty Pava Tuesday and A Cape C Pie and A Lap Party. 欲界里有二十八种色法，在色界里有二三种，于无想有十七种，在无色界里则完全没有色法。在结身时没声音，变化色。色老性急色无常性在生命里则没有任何色法是可得的 I am the rupa pavatimo 于此这是色法转起之地涅槃涅槃结三十定义 Nung pan na lo katare san katan kuma gabanana sakaketa ben maga fallen a malampan hudung san kataya ten hai anakan tata nipanan titani ava kati 涅槃被称出世间以及是由四道之所证得他是道与果愿被称为涅槃是以他离去可爱这一个纠缠物结三十之助说明涅槃称为出世间作为此章结尾的这一点要的是第四种究竟法涅槃 Nibbana 资源学方面巴利文呢涅槃梵文 Nirvana 是源自动词的意味被吹灭或被熄灭因此表示熄灭了世间的贪点之火但诸巴利论师较喜欢解释他为可爱的纠缠般呢的不存在或离去 Nikantata只要人们还受到可爱纠缠他们还被绑在生死轮回里 Samsara 但在灭尽一切可爱时人们会证悟涅槃解脱生死轮回结萨一分析 Samsara Fatal Ikavit Hempai Upadissa Nibbanada to Upadissa Nibbanada to see a titanium duvidoti Nipariyana
Athasabatam anamitam apenisiat Titanium tividham hoti akarhandana 虽然一自性业有一种，但一分别的具则成两种，即有涅槃界与无余涅槃界。同的方面，涅槃有三种，即空、无相与无愿。结下一支著多名，虽自性业涅槃只有一种，涅槃是一个不能再分解的究竟法，它是完全出世间的，只有一个自性，那至完超越世间的无畏不死界。然而一分别的根据则成两种，该分别的根据是它的五蕴是否还存在。阿罗汉所体验的涅槃界名为有余涅槃界 S.A.U.P.A.D.A.N.A.D.A.T.U 因为虽然一切烦恼灭尽，但由于过去执取所产生的诸蕴还存在，在阿罗汉死时所的涅槃界名为无余涅槃界 N.U.P.A.D.A.N.A.D.A.T.U 因为五蕴全被舍弃，不再后有。在著书这两盘界也个别被称为烦恼灭尽 Kilsa Paranibbana 及诸蕴之灭尽 Kantabbana。 一不同的方面，涅槃有三种，涅槃被 Sa是因为他毫无贪甜吃，也因毫无一切有味法，被称为无香 Anama 是因毫无贪甜吃之香，也因为他毫无一切有味法之香，无愿 Apanihita 是因为他毫无贪甜吃的渴望，也因为他毫无可爱之欲。杰萨尔总结 Padamakam Asankatam Aram Nibamiti Iba Chase Antifanamatam Mahizayo Itisitam Ktisikam Rupam Nibanam Iccai Paramatham Pakasi Ktada Fiatasata解读爱的大知见者说，涅槃是不死、无尽、无畏、无上。如是如来开显四种究竟法：心、心所、色然、iti abhitamodses nkhi rupen gahavahe gonamat Chato Parakido阿毗摩盖要里名为色之盖要的第六章完毕。